房不能浪费的十个一平方米。一、水槽下方一平米，做个锅具收纳架，常用锅具全放下，高度可任意调节，大件厨具轻松装下，增加了置物空间。二、厨房窗台一平米，不再保留窗台时，而是台面做延伸，放个沥水篮也超宽敞，刀具和锅碗瓢勺全放下，勤快老公洗菜刷盘子，台面更宽敞。三、橱柜转角一平米，不做老式直角柜，拿取东西翻箱倒柜，而是设计钻石柜，存放大件的里面两年，拿取也方便，关键老公半夜三更备餐也更宽敞。四、冰箱上面一平米，上方做吊柜，增加大件物品收纳空间，下面定制和柜门严丝合缝的冰箱，漂亮老婆都能轻松推入。五、冰箱旁边一平米，台面延伸，上方安装轨道插座，增加小厨电的使用，往上淘个活动置物架，蔬菜水果分类放，拿取全方便。六、烟管道旁边一平米，做一组超薄柜，一边放南北干货，旁边贴块洞洞板，常用厨具全挂下，1.5米高的老婆拿取很方便。七、烟机两边一平米，做对称式储物格，放各种食材很方便，关上柜门不落柜。八、吊柜下方一平米，缩短吊柜，增加两组上方柜，收纳瓶瓶罐罐，释放台面空间，拿取很方便。吊柜下做线性灯，炒菜不背光，老公才能更好发挥三流的厨艺。九、门洞两边一平米，两扇门只能开一扇，200斤的老公进出很拥挤，敲掉两边非常动墙，扩大门洞空间，两侧做通顶酒柜，放满七大姨八大姑送的各种名酒名茶，顶上预留吊轨轨道位置，吊轨隐藏更美观，安装极窄推拉门，关上就是厨房门，隔绝油烟，打开是酒柜门，就算老公在这个地方跳骑马舞都足够宽敞。厨房这样设计，视觉空间更开阔，收纳更强大。